是 Soccer Go， 我是实战派老 K。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双 Boa Vista 的 KI2。自从实战了 Disportia 这个品牌之后呢，老 K 对这个品牌确实是很有好感，而且对他们的印象呢也是比较的深刻。就在前不久呢，品牌方也是寄来了这双全新配色的球鞋，白色、暗红色，还有这个金属银，非常有质感。而且 Boa Vista 这个系列呢，老 K 是头一回测评，去年大概是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测过那个 Tesla Light。在测那双球鞋的时候，老 K 就说过它前面的袋鼠皮面积呢特别小，虽然说是周围的这个人造革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撑，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有点太小了，所以呢这双鞋到手之后，我一看这个袋鼠皮真的有点像是完全是增加了一倍的感觉。那么几乎这双球鞋的配置基本上把我对小厂球鞋配置的一个要求呢都满足了。这双球鞋呢它是一个越南产，尺码呢是 GP265， 之前试了 GP270 有点大，这双 GP265 呢倒是真正的好。重量呢是250克，鞋垫长度呢是266毫米，配置方面确实是比较值得称赞的。袋鼠皮的面积首先就比那个 Tesla Light 大了一倍，而且越南产的这个袋鼠皮啊摸起来非常的柔软舒适，光泽感也是比较好。鞋头这边呢还有一层这个包边，而且这个鞋头似乎看起来有点压得扁，但其实并不扁。整体的设计首先是非常合格的，耐用性也是有保障，而且袋鼠皮的这个触感，老 K 到现在都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以替代。那么这双鞋的整个皮面真的非常舒服，触控玩家我认为应该是会喜欢这个皮质的，而且这个鞋面去爆射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前掌宽度呢，像老 K 这样的小宽脚穿起来呢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老 K 认为再宽上一点这个问题也不大。鞋头呢应该算是这个中等的饱满了吧，脚趾上翘一点的同时问题也不大。整个前掌它的这个设计啊看起来是不是有一点扁，对吧，有点像那个鳄鱼嘴。很多人看到这种扁的鞋头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适合去挑球。然后就是它中部的这个透气网，中部的透气网呢跟 Soluis 是一样的，这样大的这个网眼其实不用测试都知道它肯定透气，因为它的孔洞是肉眼可见的。不过比较可惜的是这两边的这个 logo 材质选用的有一点点太突出了，不知道能不能选用更加这个薄和更加贴合的这样一个材质。其实凸在外侧来说啊问题并不大，但是凸在内侧的话总会让人的心理上有一种影响触感的这种暗示吧。中后部的这个人造革也是非常的柔软，而且支撑还是很不错的。两侧呢不要看有这个透气网，但是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它的支撑性能。logo 还有后部都采用了这个金属银加上这个暗红色的这么一个配色，看起来呢其实比较有质感。当然我手上这双鞋子实战几场之后已经看起来有点沧桑了，新鞋看起来应该会好很多。然后它的整个内衬呢有三种这个材质，后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全部的防挤皮，然后在它中部的这个白色的这一块这个内衬就是跟那个透气网材质一样的一个尼龙材质，然后前边的话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尼龙的内衬，是直接覆盖在鞋面下面的泡棉上。整个鞋垫是全部的防挤皮，不用说这个防滑性能肯定是 OK 的，只要脚和这个鞋垫呢不打滑，这双鞋子的防滑性能几乎可以说是很棒的。那么鞋垫的配置也是充满了一些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元素，比方说这个超强的鱼唇形，然后是麂皮的内面，还有这个两块的 Poro， 前面这个材质摸起来有点软，可能不是 Poro， 后面的这个呢应该肯定是 Poro，摸起来稍微硬一些，而且也比较厚。是一双这个缓震还有防滑兼容的鞋垫，然后它整个这个内衬呀跟那个 Tesla Light 是一样的，大家看看是全掌的 Poro 内衬。这个的话我相信就不用老 K 再去赘述了吧。然后中间呢这个地方在中间有一个微微的凸起，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这个地方就是增加碳纤维板的地方，这样的话整个鞋子中底的韧性跟强度就会比较好，中底呢也是比较的坚挺。这双鞋跟之前 HOMA 的那个 TOP FLEX 可以说是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这个设计理念，
这双鞋的鞋底韧性和抗扭转都很好，而 Homan 那双呢，就是可以随意的去弯折，但是实战下来，一两个小时以内了，可以觉得两双鞋穿起来其实都挺舒服的。目前来说，老 K 是没有感觉到差别特别特别大。那么整体来说呢，这双鞋子对于脚型还有这个踢球风格的兼容性是比较高的，鞋头外底的这个上包呀，还有这个走线是非常的 OK。前面呢，差不多有35%的这个带触屏面积。我之前觉得那个 Tessalite 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实战了这双鞋之后呢，老 K 觉得这双鞋似乎要更受到我个人的喜爱。所以说啊，足球鞋这个东西真的是要上脚之后，你才能知道它是不是适合你。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如果您觉得节目还不错，记得关注我们，给个三连。我们下期实战节目再见。